说话讲一些，你就不看片了。然后这是我的一片，但是这啊并没有你们世界看到。你在你的家里，乖乖坐。OK， 嗯，家家。爸爸，你看我的路易法。打起黄莺儿，莫叫枝上啼。啼时惊妾梦，不得到辽西。这是什么字课本？你看，这是我的钢笔。是啊。我写的。夜黑，那不要看了，各位字典人会不见，各位课本，上次看到是哪时候？乖乖在你的路道，刚才看到你的指头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。你看一小猫，所以已经在学校被拿走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要把国语课本收好啊，是这样。课本弄不见，自己弄不见就没办法了。猫猫。不要，那就不要写了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